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亲子乐园。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罗布奥特曼的可动盒玩。这一次的盒玩分别有罗布奥特曼、暗黑欧布和泰罗奥特曼。第一包要介绍的盒玩是暗黑欧布奥特曼，它配备了暗黑宅配利姆光线的必杀技零部件，可以非常简单的就摆出这个必杀技的造型。这一招必杀技还曾经打败过罗布奥特曼兄弟呢。在另一包盒玩里面还配了暗黑圣剑，那有了这把暗黑圣剑，我们可以摆出暗黑欧布的作战姿势。可以说这套盒玩的零部件配得还是非常的齐全的。第二包盒玩要介绍的是罗布奥特曼，那这一套盒玩里面配了一个罗布光轮，这是罗布奥特曼用罗布光轮发出罗布漩涡射线的必杀技造型。而且这套盒玩还配备了罗布光线，罗布光线发射，有了罗布光线，罗布奥特曼终于可以打败暗黑欧布了。第三套盒玩要介绍的是泰罗奥特曼，盒玩里面配备了斯特林姆光线，泰罗奥特曼就是利用它打败了很多强大的怪兽。那你们知道都有哪些吗？盒玩里面还配备了泰罗奥特曼的武器，来摆一个作战姿势。不好了，有怪兽来了，是雷德王，看招，轻轻松松的就把怪兽打倒了。最后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赛罗奥特曼的可动盒玩，让我们来摆一个赛罗奥特曼最经典的作战姿势。这时候他都会说想跟我打还早两万年呢。然后还要给大家介绍赛罗的武器等离子火花刀，他头上的头标变成了等离子火花刀，所以变短了。不好了，贝利亚出现了，赛罗奥特曼轻松的就把贝利亚打倒了。